海呀，啊嘿耶呀，啊嘿耶呀，海呀，过桥海。海燕，好海燕，好海燕，我海燕。好燕，好海燕，好海燕，我海燕。咿呀，我海燕，啊嘿咿耶呀，啊嘿咿耶呀，我海燕。好海燕，好海燕，我海燕。咿呀。这一轮，这一轮，哇！他爸妈的头，他上山头去了，他到山头去了。这个人过了多年，我阿妈了，中东去采用人，这个人阿爸们，这个人阿妈妈，我上来去呀，哇！那阿莫伊考赛，阿莫好他妈咪连连阿邦，我说真该打个招牌，阿哈达阿拉兰跟着阿拉赞，我才能进单。我弄弄研究员阿尼内，我才能进单。说那个，哇！谢谢大家，谢谢。第一个要受旗的是阿美族喜美花，荣爱。阿美族，伴随。阿美族，加油！阿美族，加油！接着太阳儿族来临，太阳族加油，太阳族加油，他是我们五峰乡的联络员。接着台湾族高天威牧师，台湾族加油，台湾族加油，高牧师长期从事妇女水当浪的工作，我们谢谢他。布农族白布农，布农加油，布农加油，我们白布农是东华大学是白光生牧师的小孩。第五卑南赖修新代表，不用怕，加油，不用怕，加油，他是台中市市民代表，我们谢谢。接着卢凯族欧秀花头目，卢凯，加油，卢凯，加油，卢凯，加油，不简单，女性当头目，当选，我们给我们一号中农蔡英文更大的鼓励，蔡英文当选，蔡英文当选，行。我的原住民兄弟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南河，加巴学来。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穿的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我们台湾族的设计，但是有现代的设计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不是我们台湾族传统的一个服装，但是它有台湾族的一个风味，而且有台湾族的象征。那这就是我们要走向下一个世代，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可以转换成一个台湾更时尚，而且是更让人喜欢，而且是让我们感到骄傲的一种文化。那么我们也希望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原住民族，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台湾可以展现自信，展现我们优越而有智慧的一个传统，跟我们对未来的一种自信。所以我非常期待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可以跟我们的原住民族大家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打拼，让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跟现代跟未来接轨，让我们原住民在台湾的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那么今天我真的很高兴，因为在10月29号，我们全国的原住民的将近2000位的朋友成立了我的全国原住民族后援会。那么今天我们14族的旗手都到位，那么我们要展开最后阶段的冲刺。那么这展现我们在这一次
的势在必得的决心。尤其我们在原住民族的部落里面，我们也要展现一种自信，也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我们以我们的政策，以我们的诚意，还有以我们一个贴近人民的心，更贴近我们原住民族同胞的心，来争取我们原住民族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支持。我相信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有很多的原住民族的兄弟姐妹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的热情，跟我们对于原住民族将来在台湾社会的发展的一个愿景，你会认同我们，我们也会一起走向选举的成功，也走向下一个阶段，我们原住民族从台湾再出发，让台湾里，在台湾里面有原住民族是我们的社会的主流，是我们的文化主流，我们社会的主流。那我们也希望原住民族将来在台湾的政治领域可以发光发亮，有更多更多的原住民族的人才可以代表我们原住民族在国会里、在行政部门里、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替我们来展现民族、原住民族的自信跟智慧与骄傲。那我们真的很高兴，在今天有这么多我们的长老、我们长期在地方经营的原住民族的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么一起为这次选举来努力。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这一次选举之后，我们将会紧密的在一起，为台湾的社会、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么在这次选举里面，除了我是候选人之外，我们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候选人，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向我们社会大众来介绍，希望我们能够请全力来让我们这两位候选人可以上来。那么第一位就是我们三地原住民族的候选人曾志勇。曾志勇，曾志勇，我想曾志勇大家都很熟悉，他长期担任我们的屏东县的原住民族处的处长，那么对地方的原住民族的照顾跟部落的建设，还有很多事务的处理都非常的有经验，而且大家也都很熟悉。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曾志勇在立法院为我们发声，替我们争取权益来照顾大家。那么另外一位就是迪布斯以赖。迪布斯以赖，迪布斯以赖，迪布斯以赖。我们资深的花莲县的议员，那么这一次有决心愿意跟民进党站在一起，认同民进党对原住民族的政策跟理念，还有对台湾社会的一种价值的肯定，所以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也非常非常的欢迎迪布斯以赖跟我们站在一起，来这一次的选战里面我们并肩作战，也希望我们在平地原住民的选票可以集中在迪布斯以赖，让我们的迪布斯以赖可以顺利成功，而且可以顺利的当选。所以在这里要向我们各位原住民族的兄弟姐妹拜托，是不是我们两位，一位是三地原住民，一位是平地原住民的立委的候选人，我们都能够让他们顺利成功的上垒，好不好？我们还有一个请求，也就是说在政党票的部分也要拜托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把票投给三号的民主进步党。那么三号的民主进步党其实很好记，三只小猪就是三，我们三只小猪里面有很多是原住民族籍的，那也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小猪带着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头戴，还有上面还插着羽毛，很多很漂亮的小猪是来自我们原住民族的创意。所以三只小猪投三号民主进步党的政党票，让我们有更多的不分区的立委可以进入立法院，尤其是我们的陈莹陈立伟，还有我们陈秀慧，
非常希望我们优秀的原住民族我们的候选人都可以顺利的进入立法院为我们大家来发声。那么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在原乡部落的在地经济的发展，让我们原乡部落有属于自己的经济的发展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希望给予我们原住民有实质的自治权，那么同时也在财务上我们会维持财务资源的稳定。那么同时在都市里的原住民族，我们也希望他们在都市里面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有一个公平的发展的机会。我们会特别照顾在都市里面的原住民族的朋友，让他们在竞争在学业或者是在生涯的发展上面都有我们对他们的照顾，让他们感受到温暖，而在都会地区求发展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单，而是有温暖的资源。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自治这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原住民族的兄弟姐妹对这个非常的期待，我们会朝实质的自治权来规划。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自治权的落实在于财政的稳定，那么这个财政稳定的规划我们也会一并来做。那么我们事实上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国会的结构，在民进党在国民党掌握四分之三的席次底下，其实如果这个政府有心要替我们原住民族做事的话，其实很多的立法都可以轻易的通过。但是在过去的三年多将近四年，我们看到执政的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做，那么也对于当年2008年的竞选的承诺也都跳票。所以我们在2012年，我们让跳票不积极办事甚至于有怠惰的这个国民党的行政部门以及他立法的部门，我们都让他们回去检讨，让他们休息一下，让他们重新改革。那2012年就由民进党来执政，跟着我们原住民的姐妹，我们原住民的兄弟，我们一起来替我们原住民下一个世代的幸福跟发展来打拼。谢谢，我们一起来努力。蔡英文，蔡英文，张志勇，张志勇，你不起来，你不起来。今天非常欣慰感动，我们一开始就这样的宣告说，投给蔡英文台湾安心，投给马英九谁会放心？中国会放心。为了要让台湾世纪太平，投给蔡英文好不好？我们特别要用最热烈的感动来掌声击掌，为我们留着原住民的我们政治精英在我们台前为他们掌声鼓励。为了我们不辞辛劳的所有的长辈，我们后面的旗手以及所有的会众掌声鼓励。这个时候我们要手牵手一起来喊当选，手牵手干杯。我喊到前面一点，好，我们齐我们董明仁大号，你也可以跟你旁边的人一起手牵手。我喊蔡英文，你们喊当选。蔡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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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郑志勇，